现在为大家介绍的是太极拳一个比较有名的动作，它叫单练。啊，单练是怎么做呢？它先从这个合手开始，先一个动作合手，啊，合手，合手，然后右手从手掌变成这个右手，啊，变成左手往上拉，往左拉出去，然后往下沉。沉气，这个就是单练，啊，重心往左移，啊，从右合手开始，右手有变化，左手拉开，重心往左移，然后沉气，更稳固。这个时候呢，重心往左比较多一点，偏多一点，啊，啊，记住一点，主要两个脚要往下沉。不能抬脚，左手手掌往内磕一点，这个手要有劲，不能太松，更好。这个动作就是单练，太极拳比较有名。